想着你睡不着，说好看着月亮一起笑，陪着我好不好？我的心你是否知道？
的寿星，要不要站到前面来？二月份的。还有今天这个有排骨炒面的哈，这个全天阁哈，他那个铁胜也是二月份的生日，但是他没办法来哦，谢谢。我也是二月份，每个月都是，你懂你都是新鲜的，哎呀，都是新鲜的。还有哪一位二月份的？二月份是假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弄一个 wedding ceremony， 这样每个月都有东西吃。一个假的，假的，这寿桃也是假的嘛？假的，那我就先开始。这次我去成大讲哈，主要是用一个医师的角度跟成大医学院的谈的哈，那有关我们银保这个活动，那我怎么引爆这样？那我大概筛选一点掉，就是普通的角度，我们大家可以跟银保组，我们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周遭朋友的方式了。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银保组基金会，所以我里面会花一点时间讲一下，或许给大家一些review 一下。好，那我的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主控权怎么拿回来。今天我穿这个是菲律宾老太太，就是
开始的时候80多岁，他有在教我们 line dance。最早开始的时候 ，Dr. Pasco， 他送给我这一件，是我非穿不可。所以我说我今天看起来像菲律宾人。对对对，那就是 Barong 嘛，是他们的礼物了哈。所以我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有知道自己你到底要怎么来活啊？活，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晚年，都已经晚年了哈。那怎么来过这一段日子？哦，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没有 regret 的哦，这样是我的主要的重点。所以我主要跟他们讲的题目就是超越我们传统医师的角度，那么怎么来 involve 哦？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传统的医师就是看病这样而已嘛。哦，那其他生活方面不太跟大家融在一起了。哦，那昨天参加就是亚医医师协会，哦，大部分都是年轻医师，在一起吃个饭的，这样说谈的也是如何来扩展业务了什么。哦，所以我的角度是不太一样嘛。哦，那主要这一次这个里面要谈的就是一些我们介绍萤火族啦，还有个人的思考，哦，然后将来我们如何引爆萤火族，看能不能再做些什么东西，哦，因为我们现在萤火族基金会基本上大概都是 community activity center 一样而已，哦，就是大家很多活动在一起，但是我想需要再稍微提升不同的角度，哦，那这个是我常常提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去过圣路易斯的人大概知道这个 arch，哦，这个是相当不容易，在1960年代能够这样把一块一块钢不锈钢做好以后，然后弄上去连在一起这样，哦，你可以有电梯可以到上面去，从上面看下来，哦，那我那一次是跑到旁边的公园一看，刚好可以一个 ring 可以造一个 ring 起来，哦，这样是好玩的，哦，刚好那时候刚开始学照相，就什么都是照。那主要就是跟他们讲，这个是我们的基金会。那基金会的这个是讲，就是我们的目的了，哦，目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些大家志同道合一起来，为了我们晚年的生命，哦，如何来创造，让我们社区能够 involve， 然后将来比较快乐，哦，那比较健康。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不牵涉到政治、那个宗教，还有个人的业务发展这方面。哦，我们重点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老，怎么老比较快乐？哦，尤其是我们相同文化的背景的，怎么来老比较快乐、比较健康？哦，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我是跟雷公啊这几位，大概那时候都是在教会聚会，不然就是我的陪选，那我们大家讨论。那大家认为这是可行，在一起做，哦，那重点就是我们分老本、老窝、老身、老心这四个大众方向来规划。那主要就是要一个安心、快乐、健康、自在的一个晚年生命，哦，那就是说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设立这个平台，然后大家愿意来分享经验的，你不一定要什么很有名的 professional 什么，就是你要分享经验。那这样在经验分享之中，你会脑力激荡，对个人有帮助，然后对别人有帮助，哦，那一段时间也不是浪费了，哦，我去成大演讲，有一位大概是护理系博士，跟我说你这样做是可以赚更多钱，哦，我说我大概少赚很多，花很多精神，但是呢，他们以为因为台湾现在在健保方面一直想要改成美国式的统筹医疗，那这等于是说一个区几个医师包去，一个区几个医师包去，就只有那么多钱这样。那他们在担心说这些医师包去以后可能会赚钱的目的会怎么弄得不太好了，哦，那这个是我是跟他讲不用担心，这个不好的人家就会唾弃掉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但是只要是合理的方式，你给他们好好的规划，我想这些整个 community 的健康会比较好了，哦，因为现在就是台湾的健保就是一直花下去嘛，所以我回去当的时候会倒掉嘛，哦，台湾健保一定会倒掉，所以一定要改了嘛，哦，所以呢，我们
重点就是说我们将来大家一起老哈 ，grow old together 哈，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老年医学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大概希望在自己走完生命的时候，希望是说我没有后悔我这一生活的干什么。哦，就是他爸讲的钉下最后一根钉子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后悔，哦，这是每一个人，包括美国人都一样，他们希望回馈社会的意思就是这样，哦，所以呢，这第一个就是老心了，哈，老心的部分就是说建立自己的迪士尼乐园，哈，等一下我会解释，我以前讲过几次，哈，就是说我们老了一定要有老伴，哈，老伴不一定是夫妻呢，老伴。大家整个 community， 你好的朋友怎么把他 co 会哈，大家一起，好，比那个日本那个金婆银婆他们怎么老，很健康，就是因为他们环境好以外，就是他这些老伴大家都是在一起几十年，哦，有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的这些，他们几乎每天聚在一起，为什么？他就说我明天还要看，哦，明天还要大家聚在一起，还是说哦你有曾孙子，我们明天一定要去看哪里哈？哦，这样大家一起活动的关系，每一天他都有一个期待，明天还要再活下去，这样他活得很好，哦，所以这个老伴很重要。那我们基金会就是建立这个平台，你喜欢什么活动，大家一起，哦，那个 group 那个 group 不一样的活动，但是这个都是你的老伴，哦，那所以 a friend is not a friend is not a friend， 就是如果一个朋友只是泛泛之交不是朋友的话呢，那就不是真心的朋友，哦，那个是另外一种朋友，但是你要找的是真心朋友，就是当你有难的时候，这些朋友可以一起给你帮忙的。因为我们老了，你想你期待儿女给你做什么吗？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哦，非常难。那能够做的就是自己的这些好朋友能够多少帮帮忙这样，哦，所以这个 friend 的老心的，哦，就这个要这个想办法培养，哦，那健康方面呢，我们是尽量在想办法提供这些演讲呢，就是说让大家得到一些资讯，然后回去可以 apply 到你自己的照顾方面，哦，那我银华族基金会最早开始就是这个美国老病人，哦，他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进来，走到了诊所，慢慢这样弯下来坐下去，然后叹一口气说 All this painful talk，哦，他说实在是难过，哦，这个老太太我永远记得他，那时候被我吓一跳，想哇，老师真的这么辛苦，那个到十几年前了，所以这是我们慢慢经验到这个困难。最近一个60岁，跟我一样年龄的，他跟我讲说他是波音工程师哦，他说我穿裤子要手放在这样穿，他说没有安全感的啦，哦，就是说连穿裤子他都没有安全感，他说这个实在是老了，哦，OK。所以我也吓一跳，说哇，真的这样的吗？哦，所以这个老是大家都在个人的 experience 了，哈，哦，那慢慢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基金会这很多活动就是要鼓励大家，不管怎么样，尽量动，哦，包括脑的运动、身体运动，尽量做，因为你不这样做，就慢慢退化下去了，那么那个将来的 quality 就越来越不好。哦，像江医师这样常常钓鱼哦，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就是照顾方面呢，你就是在地老化哈，哦，aging in place 哈，哦，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现在慢慢定出来，你到底要在哪里走这一段日子哦。那这样的话，你要 build 了你自己的团队哦，还有你那个住宅方面，就是无障碍啦这些呢，要开始规划要改，就是哦，现在一个很新兴的行业就是。替人家改里面的设备，哦，因为你要在那边老，那么你的厨房、厕所、浴室的位置还有门啊，这些都要改变，哦，这样才不会跌倒，或者说才方便，哦，像年纪大的男的前列腺不好，你急着要上厕所，厕所在哪里，在那边跑来跑去，哦，不方便，对不对？一定是你房间、你的睡房跟厕所的位置、门怎么样设计，这个都一直在改。哦，所以这个 aging in place 就是慢慢的规划说你到底要在哪里，那你的环境怎么来改变适合你身体的状况，哦，因为大部分我们这一代的大概都是希望在自己的家里住到最后一秒钟，哦，现在到疗养院去呢是很不好了，
那你常常去看了就觉得实在是难过。哦，这样说，只要你不得不去了，现在给你指定在一个房间，哦，你是 Medicare 什么这些嘛，只能够双人的房间的什么，隔壁的吵翻天，你怎么办？哦，你只能够吵着回家了，不然怎么办？对不对？哦，那你吵着回家，家里人能不能照顾你？哦，这个都是问题。哦，你的老伴可能体力上不行，还有家属、小孩子他们都忙，可能照顾你。那非住那里不可，但是那里的环境又是不适合，哦，或者是现在还有四个人房间的，哦，那个收音机放得很大，他有那个权利啊，你怎么办？你耳朵塞都没有用，哦，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去经验了，你就知道才是很痛苦。那么这样，你希望在家里？那在家里的话，你那个设备一定要符合你可以的，哦。最近一位越南老先生，他中风。但是还是在照顾他中风的太太，他中这个太太是一直吵一直叫的了，哦，一没有看到他就叫了，所以这样的关系他跌倒了骨头断了，断了以后住到疗养院去，一直哭，因为他知道没有机会回去照顾他太太，而且他的印象是住疗养院就是等死了，哦，所以急得很，一直哭，哦，所以花很多精神让他安定下来，现在后天要回去照顾他太太，我想哇，怎么办呢？他要回去，哦，那女儿这些大家都是很辛苦的。那有些他又只愿意住他一个女儿的家，他是二楼的。我说你不能怕这个东西的啦，哦，那其他没有办法，只能够听他在租房子喽。那财务上可以吗？哦，这个都是很多思考，哦，我们平常没有遇到不知道，但是你遇到的时候，一大堆困难都来了，哦，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资料就是。这个可能怎么样要去思考，哦，那财务方面就是财务规划，这个我们一直在提自己要规划长期医疗保险还有自己的 saving，哦，当然大概够就够了啦，太多也带不走，算是，哦，是不是，哦，所以他们台湾问我说这些医疗团队如果给他们规划 group 他会越赚越多啊或什么，哦，我是想跟他们讲再赚怎么样，你用得到吗？我实在是用不到，够就好了啦，哦，那什么叫够呢？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的，哦，我看做疗养院的 patient 一天吃一片面包一天，哦，他根本都是吃一点点而已，他也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哦，那你住嘛就住这种地方，那其他你用得到吗？钱都用不到，哦，将来的住的老人是你房间的东西只是两个皮箱可以拿，这样就而已了，哦，其他都没有用，因为当你一生病的时候马上就住院了，对不对？你能够这些墙壁的什么名画啦什么带去吗？都没有，哦，只有那些简单的，然后你情况不适合回家的话，你就是一站到一站到最后了，这不让你回家的嘛，所以你要什么样呢，哦，所以这个都是自己去思考到底什么样才够，哦，那放心的过你的日子呢？还是说还要继续再去抓更多的吗？哦，有我这次去长庚养生村嘛，有德州来的啦，有佛罗里达啦、波士顿来的，哦，他们就说我们想回台湾，在林口附近买一栋房子啦什么，哦。我是说，那你还需要这个房子吗？哦，你来养生村住，意思就是不要当房子的奴隶了，那你还要再去买房子？为了要增值要什么，哦，那你要走的时候还要卖，哦，那是很麻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财务方面的规划大概基本上要一个 acute care 的，现在是联邦的保险， long term care 的是 personal care 的，哦，你保证有人给你好好的擦屁股啦或什么，哦，这个听得很难听，但是实际上当你躺在那里的时候也只能够这样，哦，那有一个白人老太太跟我讲，怎么一个黑鬼给我擦屁股，我在想有人跟你擦已经很不错了，不然谁怎么办呢，哦，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老的时候，当你不能动的时候，你能够做的就是接受人家给你的 whatever is available，哦，你想一下看，你手不要动看看能做什么，哦，很多东西是遇到的时候就知道很难过、哦，所以呢就是说财务上规划足够照顾你这个身体到最后这样，哦，这个是要去排出来，哦，那住的方面就刚刚提的那老，是你要安排你现在身体状况是这样，
你住的房间的设置啊什么要怎么弄，不然就是你准备了要一个 long term care， 你要去住到那个地方去。所以重点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老是自己的老，而不是别人帮你老或者什么。所以这个老是自己要去 take care。那怎么样提早保养呢？然后提早照顾好，才能够安稳的走。像这老太太星期六都来打太极气功哦，但是非常健康哦。所以呢，老是自己的老，那么老的快乐、健康，而且愿意就是很快就帮助人，这个是大概是我们的目标了哦。所以说，一直重点提的就是说要一个 functional agent 哦。我们老了，如果躺在病床上都不动，人家给你做所有的事情，那是很辛苦，哦，那也是很失望的，哦，尤其是看到说我好像可以做，为什么不能做，哦，那可以自己照顾，又好像不能自己照顾，这个是也就是很难过，哦，所以一定要一个 functional longevity，哦，你没有 functional 就非常难，哦，非常痛苦。这个是墨西哥人，哦，一个医师，他到各地去照人像的，哦，我只是 copy 下来。这要解释就是 Disneyland，哦，这个 idea 就是我看到 Disneyland 的大家玩的项目，那就是有时候去目的就是什么，要快乐的，哦，你以前是说带小孩子去，我们是站在旁边等，哦，现在是我们自己老了是要 involve 一个快乐的活动，就是要快乐健康。那你如果不健康，你去那边玩干什么？同样的，我们老了，你要约了，就是说你喜欢玩的是什么，喜欢做的是什么？哦，我看台湾的医师都没有在这个，哦，每天就是看病看病这样，哦，大部分没有。那我回去也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运动，不知道怎么办，哦，这是很可怜。不过就是说 Disneyland 的意思就是说，去那边有不同的 program， 像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的 program， 你喜欢做的是什么，要去练习，然后变成你会的。那就很自然的，你会了以后，就是你可以继续一直做，哦。退休最痛苦的就是退休以后不想要做什么，哦，非常多这样。那么就是说你学好了，你会了，继续做，可以每天继续做，那这样是最快乐的，哦。那 Disneyland 就是这样，你可以学几样东西，退休了继续做到最后一秒钟，可能的话，哦。我有一个 patient 是乳癌，那他拒绝治疗呢，继续运动打 tennis 什么，打到最后。要走的前一天才倒下来走，哦，不过他这样我想他也很快乐，哦，这一段就是秀好几次，哦，我们的祖先是拼命的找饭吃了，哦，都没饭吃拼命找，现在是退休以后就是看电视，那有 sandwich 啦 potato chip 啦 coke 这样，哦，所以这个越来越大，哦，所以呢变成两板天地了，哦，天花板跟地板中间前面就是电视机，然后在那边等吃等睡，还要等最后一个，哦，这三等公民。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当这个，哦，我们需要参加很多东西，让我们能够健康一点，哦。所以呢，我们就是银华族基金会有很多的活动，每个礼拜的固定活动，还有这些就是星期每个星期六不同活动，还有每天的，哦，这样。青春会没写。啊。青春会没写。庆生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写，有些人不喜欢讲庆生，因为变得又多了一岁。你刚刚讲要感言，我想哇又多一岁了。所以不提庆生，但是我们就是庆祝一下。对，这个照片我很喜欢，就是跟方老师学的这个速度，让他的方式不一样，哦，速度快慢，然后不同的那个清晰度，哦，他的说不一样，哦。还有就是我们都是这些 regular program，哦，都是这些老师很辛苦准备，哦，那我们的 line dance 也是大家都很快乐在运动，哦，还有老师也在这里，哦。我就是说我们大家来分享，然后一起活动。那我一直提就是说跳舞这个呢非常好的是它训练我们很多的部门，哦，脑筋身体
心理，还有大家在一起活动，哦，不管你怎么跳，这个时间都没有白费了，哦，那所以我很尊重老师，是他要准备一两个小时呢，他要准备很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哦，所以老师都花时间准备了，我们还不努力跟着跳，那这有点太可惜了，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很多的 program 都是老师去准备，然后大家来分享，来互相学，哦，所以这样大家是变成慢慢变成很好的团队，哦，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班，哦，这是在欧星秀七月三号去跟叶先生当亲，哦，叶先生去钓鱼，我去到处玩，哦，然后他煮好了打电话给我就回来吃饭了，就是太阳一下山了刚好有凉凉，然后，哦，那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哦，可以再增加，如果大家愿意来分享，哦，不管几位学生大家一起都是很好的，哦，这是在 Northgate 那边的，大概现在大概平均三十几到四十左右了，哦，我要提的就是这件衣服是这位老太太送我的，哦，她现在83的样子，她还在跳，哦，最近比较少了，因为她身体不好，以前我只准她30分钟了，哦，她本来要再跳多一点，但是30分钟坐下来写笔记，哦，因为她老是忘记了，不过她有跳就很不错了，哦，那另外这里有几位，哦，有时候来这里的，另外有一位86岁的盛老太太，她老是说我是她干儿子，她也是来跳了3年左右了，她现在已经会跟着转，而且固定都会来，所以呢这个对她是非常好，就是她知道星期四一定要去，然后她就参加活动跟大家在一起，对她是非常好。那还有几位，这个有一些隐私我不能提，我就说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参加什么活动，对他是很好的帮助。还有这里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group 的活动，大家分享，那就是这样在一起呢，是变成慢慢都是变成非常好的朋友。还有照相或者说经验分享的，这个大家去实地操作这样，还有电脑或很多老师或志工来教一对一，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像 website 啦，有前面有师帮忙，还有 YouTube 那个习惯，我们这个 program 完了它就放到 YouTube 上，大家可以去看这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对一啦，或一对几这样一个一个教，因为我知道电脑这个是连美国人都 complain 哈，但儿女都不肯教他们哈，美国飞行也是说没办法学哈，所以我们是大家一起一样年纪的话呢，教的比较不会发脾气了哈。这是电脑班的课的情形，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重点是我们的庆生如果有加上活动，那是非常好，台湾是。谁给钱大家去吃，哦，那我们这一次 Potluck，哦，这样非常健康非常好，哦，像那一天去演讲大概70个人，而且还有很多要进来，那就不行，没有位置了，不准进来，所以就说他们就是有一点困难了，哦，所以就说我是讲这我们这个有 LINE 电池呢，或什么电池呢，在我们任何活动的时候加上这个东西是比较那个重要一点。还有我们有 reflection，哦，这个是3年前的样子，在 Washington Medical School，哦，就是说那个那叫中年不是成果展的，哦，还有这个是去年的，哦，就是说我们大家活动了，然后一年来大家秀一次呢，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哦，还有就是我们感谢这个我们几位志工来把这个我们的每一我们的账弄得非常清楚，哦，一分一毫都很清楚，哦，那我们需要多一点人来帮忙，哦，那他们问说我们是怎么做的了，哦，当然是财务上我们是全部是自己捐的，哦，我没有州政府或任何机构捐给我们，哦，只是自己上课还有这个愿意捐一点的这样，哦，那我是期待是说我们如果
可以在各地来成立这种东西，像长庚养生村现在已经有人从美国回去在教 Night Dance， 他也住在里面，所以我是说我们这里的很多活动可以带回去，那组比较年轻的团队，那现在大部分都是80几岁为主，所以看他们的活动没有多少人参加，连餐厅都没有，很满很多，我去年回去哇，每天都吃的马上胖起来，不过就是说我们的活动可以带到里面去，那我们可以自己组，另外现在他现在有蓝电视啊什么团队，这样的运动啦活动啦，这样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讲那个游学一样，我们到这个地方去，然后活动到那个地方活动这样，那是想看看如果将来我们可以跟像西雅图区 Bellevue 区呢可以成立这个，然后跟社团或是宗教团体联合一起，因为总是大家年龄都差不多嘛，那有很多需求都一样，那为什么不一起来办一些很有意义的像这样的活动，这个运动啦教学啦这些东西，大家一起聊。那我是给他们提的，就是说建议他们的意思是不是你了解你的病人，就像我们了解我的朋友，他身体心理或各方面退休后需要什么，那我们以往就基金会有什么活动适合他呢，可以介绍他来引过来参与或者 share， 这样或许对你的朋友的这段大家在一起的生命会比较快有健康，而不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吃顿饭啊这样而已，参加这些很好的活动，这里是一个观念，就是说要决定一个医疗治疗的方向，那要思考的几样，真的这是我是用医师的角度来提了，各位都没有这个，不过就是当你自己的亲人或自己要思考的时候是什么病情，是什么真正的病情你了解吗，这个要去认识，那医疗的团队要解释清楚，让当事人能够真正了解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样，那后果可能是怎么样，如果治疗跟不治疗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的 quality of life 是什么，到底需不需要进一步治疗，还是说需不需要做某一些治疗，不是因为我回去看就是你现在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做什么治疗，医师就跟你这样讲而已，那么你这个病人真的需要这些治疗吗，大概这个他们不一定解释了，就算跟你讲你可能要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样那就去了，这样，但是我认为是当事人应该要了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昨天一位病人是 herpes， 就是我们耳口上这个 herpes 引起的脑炎，他才70多岁呢，从波音退休呢，马上这个以后变成痴呆了，因为脑受伤了，然后现在胰脏发现一个瘤，现在是要不要治疗，这个要去慎重思考，因为再开下去对他 quality of life 并没有帮助，所以变成这个压力并不是 patient 本身的，他自己已经不是比较空空了，有点怪怪的，但是呢家属就很难过了，到底要不要治疗，所以这个 quality of life 要去慎重思考，还有当事者本身期待的是什么，这个这资讯一定要思考，然后再来整体的思考，真的需要这样治疗还是有其他办法还是不必要，再来不必要的话是怎么治疗比较好，这样这是一个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的，决定治疗方针的四个大方向要一起思考，所以呢我的角度是就是说我不是只当普通的内科医师的思考，可能要整体的思考来，所以呢我就是说我大概就是比较 involved in 我的 patient 的很多 activity， 这样，那每一个 patient 呢都像一个 micromanagement 一个小团队，那么要好好的分析这个人的好处坏处
如果要不要改变，不改变可能会有什么危险什么，这去分析了、哦、然后是不是我们基金会的很多活动适合他参与，哪一些他可以参与，哪一些他不能参与、哦、我都会给他们建议、哦、那这是我的基本方向了、哦、那总是我跟大家在一起一起老嘛，我也是慢慢在老、哦、那重点是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活动五四三这个、哦、你也比较五四三OK， 五四三这个台湾话是随便讲讲的哦，他的意思是随便讲讲，有戏三哦。那我的意思是，大概五十岁上下呢，你应该学一些比较动的东西哦。这个四三是不一定的，我只是开玩笑这样哦。你可以学跳舞、跑步或任何运动，有几样。那三样就是比较少一点，是你可能比较你那时候。都在上班没有空嘛，就可以去画国画啦、书法、照相啦、念书啦，这些都好。但是到越来越老了，你这个数目越来越少哦。到九一去了，90岁的话呢，我看到有些哦，这慢慢在减嘛，哦，6、7、8、9，然后100就100，大概是挂墙壁了哦，没有办法再什么真正动哦。不过90岁看到的还是有的是。可以走路啦，哦，那有几位还可以写写支票啦，是吧？哦，因为美国一定要独立，你靠别人是非常难的，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年轻一点的时候开始训练自己很多方式，然后慢慢再减少，慢慢减少，哦，这样，那至少有这样做，比如说现在看到好多的是50、60岁就已经痴呆了，全部没办法自己照顾，那就很辛苦。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慢慢训练，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训练自己、哦、到一个程度，那再来没办法就是老天决定的，那我们也没办法、哦、所以说像身体健康方面固定的体检、啊、这个该做的你可以找到的、哦、因为像好像消防厂的照了 X 光，结果里面有个东西没有真正跟他讲说这是问题，结果一年以后完蛋了 cancer、哦，是不是好像最近好多位这样啊？我最近回去听到是洪启仁教授，哦，他是很有名的小儿心脏科啊，大肠癌，好、哦，我是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做定期的检查，所以这样很可惜哦。所以说我们能做的要去做，那做不到的部分就只有等老天决定了。这个不过老天总是要找个方法叫你回家嘛。所以有很多方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那我也没办法、哦、所以说我们基金会能做的就是大家一起老，互相 support 的这样、哦、所以呢我的思考是，今天我在这里叫陈医人就好，我医人、哦、我在我的诊所在医院遇到我当 Dr. Chen 这是合理的，这是我的job，所以呢我离开了就不是 Dr. Chen、哦、大家一样、哦、那我是也有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的我也都有需要嘛，哦、都一样、哦、心情快乐不快乐都会、哦、那在美国我提高好几次的医师的 depression 是 6%、哦、所以每年有2000-3000个医师自杀呢，这个是你不知道但是遇到、哦、我最近几年前遇到一位是很有名的神经外科医师，突然不看了，他到 Ramada 是 Ramada Hotel租一个房间就关在里面，他完全不看病，就这样，他的 depression 很厉害、哦、那2年前我去开一个 spinal 的那个学会，一个 Swedish 很有名的外科医师，他也是突然2007-2009突然关不看病，因为他 exhausted 就 depression， 所以他上来演讲就是说我们人不是完美哦、你不要把自己定到那么高的 level， 你完美主义这样给你压力这么大呢，你没办法完成，那么就是只有 depression， 那再来就是自杀了或者、哦、所以就是说我考虑是，那么我不要这样的话我就来跳舞嘛、哦、所以这是我们去表演的那个、哦、采茶舞了什么、哦、这照片不太对了、哦、看起来我比较瘦、哦哦、所以我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呢，不是说你身份是什么工程师或什么，大家都一样，那一样的话大家一起像兄弟姐妹这样活动是比较快乐、哦、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活动里面，我可以从这些活动里面看到，只要是我的朋友或 patient， 我都知道他的情形了哈。像 Peter 今天很怕看到我哈，只有一盘。就是说我们参加活动，那么知道他的习惯哈，那么以后的建议我会可以稍微调整啊什么哈，这样。那同样的，就是大家也是成立 support group 一样，朋友之间也是互相提醒这样。因为你看你回台湾去就知道，哇，一直吃吃吃，怎么办呢？不吃也不行，那怎么办哦？这样。那这里我只是 share， 就是说像这个我们去智利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这样哦，很快乐那段时间，刚好看到地震哦，那刚好照起来这样海边的。不过那时候照不知道地震了，就知道这阳光，然后这里怎么一条线怪怪的这样而已。那时候还不知道地震，只是旁边几个美国人说怪怪的，那里怎么这样啊？后来三个小时以后，船长才宣布这个我们已经通过祖纳米的什么危险的什么。那这个是在李小龙的墓那里的 greenhouse 照的，所以是说我跟潘老师学摄影啊，那很高兴一直照都照。不过就是说大家活动在一起是一种快乐的哈。那现在重点就是说要怎么来 education 哈。现在新的管理的思考哈，管理方面的思考不像以前哈。以前的话是说，会不会时间太久？以前的管理是说我们请一个人来给他 instruction 怎么做，给你做些一个星期，那么你就开始做了，做错了就处罚了或怎么样哈。现在的管理是每一样每一步骤都确定你会，确定你好了，那让你去做了、哦、那同样的，我们这里很多活动，我们一直在提供给大家就教育的资料，就是你要确定，有时候题目讲好几次了，就是怕大家回去忘记，在思考这些，那自己可以用到自己生活方面的呢，就可以用了、哦、那我们这个是。就是成大的学生来讲，我们就是邀请各方面有愿意来讲的，那分享经验的，我们都邀请哦，都欢迎哦。那这个是有本地的演讲的，还有各方面哦，像这个是讲保险 Medicare 方面哦，这个是成大的教授来这边华大进修的时候顺便来讲哦。那这是台大韩医师了哦，就是说各地的演讲。各种那个愿意来分享的都欢迎、哦、只要符合我们的宗旨的啦、哦、那再来这里是想要他们是问我是怎么通知这些人的、哦、那我们当然有写新闻稿还有 email 给大家、哦、所以如果有 email 给大家不要 delete 看到我的就 delete 掉不过我们希望有人来帮忙写的，因为现在雷公不写了、哦、那我们现在都哇塞，没有空，有人愿意来帮忙的 news 啊哈，来、哦、通知大家这样，好、哦，这个是成大的学生，我就怎么通知，好、哦，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到最后一个礼拜，我再通知一次，确定大家都知道，好、哦，那做完演讲完，习惯会把它 copy 啦，变成 CD 啦，这些做出来，好、哦，这是。像这里有一对寿哈，就是韩国人哈，他就是在修兰那边，他们两对夫妻就来跳那电视哈。最近下雪好像没有来了哈，不过就是说他们已经超两个月了，他们都很快乐了，很高兴。这个是我有经过他们批准我才照的哈，这是那个博仁电视老师他们，还有这个沈心燕他们。就是说他们现在都70多岁了但是还继续在做，甚至身体不太舒服还在做，像这个陈老师的先生，他因为常年这样在运动跳呢，他开刀好像一个礼拜以后就回来开始这项活动，这个是对他也好，但是对整个 community 也好，他不用躺在家里躺在床上，那 他在家里他太太就不能出来教跳舞了，还有呢，他越在家里，那么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的部分就越多，哦、一定要 active 的、哦、一定要起来。那这样的话，联邦的医疗保险可以少开销一点、哦、
所以说一定要 active 的、哦、所以这我们就说我们 Bellevue 这边是2000年开始，那西雅图那边是2007年、哦、那现在我是想看看能不能固定下来，那另外就是说大家分头去跟不同的组织联络谈、哦、欢迎大家一起办一起一些活动或者一起参与这些，反正大家一起老老的快乐、哦、那就是说尽量看能不能把这个银发族群这些活动当成你的第三点、哦、第一点是家里，第二点工作，第三点就是你常常参加活动是你的快乐、哦、你的健康、哦、那这里就讨论我们能做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哦、缺点大家都知道要花很多时间精神，而且要很多有人来分头带领、哦、所以看看大家愿意来帮忙来带领、哦、反正这个事情大家一起做嘛、哦、所以各位可以做的就是把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也是思考他、哦、看他可以参加对他是比较好，因为总是朋友在一起会互相诉苦嘛，诉苦的话知道他可能需要什么，那可以帮帮忙请他参加，或许对他有帮助、哦、所以这个是管理的那个、哦、micromanagement team、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team， 那旁边的人都是他的 helper 一样、哦、support 的 people、哦、那这样看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做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哦、那我现在是在规划的就是比较 supportive 这一种的啦、哦、像糖尿病 group 的，那我的二三十年来的经验是在我的诊所讲完一出门就忘记了、哦、那吃照吃什么的、哦、控制不了、哦、那像说心脏血管的啦，胆固醇的啦，血压的啦、哦、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比较健康的老了，这个讲是讲但是怎么做都不知道、哦、那我是想成立这种 group， 就是每个月或定期聚会一次，那聚会的时候把你要达到的目标都写得清清楚楚，一定要下决心、哦、我提过就是像我们以前喊蒋总统万岁的时候是说希望他万岁嘛，那时候小时候喊的一定是这样嘛、哦、同样的你说我要好好的控制我的糖尿病，那么就是好好的控制、哦、这样是不是比较健康比较 有效率的、哦、那这种就变成 supportive group 的成立了，那重点是一定也要参与有我们这边的活动，这样才有意义、哦、那这样的话大家下决心commit 然后来做、哦、这样是不是比较可行、哦、这是我想在规划这些东西。这个大家有去过了、哦、Crater Lake、哦、我去看到这个景象几乎是没办法呼吸、哦、因为太漂亮了、哦、我说那时候是吓一跳，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人，所以这里就是说当你关怀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时候就是要很多的也要连哄带骗，要耐心的听要帮忙、哦、这样才是真正关心你这个朋友、哦 yeah. oh, to listen, to wait, to soldier, to schedule、哦、这些就是说你关怀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或者我是医师单位关怀的病人，是不是这个整体的思考来帮他，这样是才合理、哦、好了，就是分享在这里，这次在成大讲，那他们也很高兴的、哦、所以我建议他们可行的话是帮忙做，那我也希望他们来这里也给我们讲一些、哦、演讲，然后一起的。那这一张我秀了好几次、哦、在 Crescent City、哦、的 Northern California，他们移民、哦、我不造人了、啊、听说是有开在桂林是说有人造下去比较好，就是渔民钓鱼上来以后他就在这个 table 这里在 cut 还是什么、哦、那这些呢他们鸟就一直在那边等了、啊哦、他们那个内脏就会丢给他们吃，刚好这三只站得怪怪的在那边等、哦、那个渔民把切好的那个内脏再丢给他们，对，所以他们很懒惰不去抓也自己在那边这张秀很多次、哦、就是 Marketeer 我住在那边、哦、在那边，那
说钓鱼钓半天钓到一个旧轮胎了哈、哦、I'm going to retire or retire out、哦、因为我们人大家这个年龄都很累了，年纪也大了、哦、那需要调整，所以呢银华的基金会我是认为很多活动都适合我们来 retire， 不是 retire、哦、retire、哦、那轮胎有 再造的轮胎嘛、哦、OK， 我大概讲到这里，大概大家要吃吗？有没有愿意分享、哦、对，那卢医师你要分享一点资料吗？卢医师要分享一下那个绿茶，那个职业人士多少？哦，菲律宾人说我是菲律宾人，所以或许的，因为我祖先里面有平埔族啦，有几个族在一起，也算是三地吧。Laura 是台语嘛？哈、哦。Samuni 是客家话吧？谢谢你，多谢了哈、哦。多杰是广东话吧？哈、哦。多杰是。阿罕杜里拉是回教的。好、哦。跟三明的韩国话吧。对。萨拉玛是菲律宾话。谢谢。还有其他我还没写下来。第四个你没有念。第四个你没有念。好、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啊，等卢医师哦，他最近在弄一些啊，还有哈、哦，我们 DJR 在西雅图那边的那个戴小姐哈、哦，她现在要弄 create， 就是说，如果各位需要做。一种 card， thank you card， appreciation 什么，那么 assign 给我们，我们要缴钱上课，还要做这个、哦、那就是说如果愿意希望做的就通知我们，那内容怎么样我们帮你做那个 card 起来、哦、这样就是我们的第七代就是用照相啊或者什么，然后设计一个卡片出来，我去拿那个我们房东给我们一年免一个月的房租、哦、那我们就设计一个卡，这次要写资料一起交给他嘛。同样的，各位如果需要这个，那么通知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是我们星期三做的，就是 Thank you James， 高兴有工作的这样。我们花两个小时在那边大家研究怎么做了，然后设计起来。这个就是我们 Sample，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做，那大家如果希望一起做，就是可以一起，大家那有那个 program， 那你需要做，那么就来电了。那我们最近也是没搞，快乐了。第二次，需要考虑双减薪。那各位要不要先讨论一下这个费用？基本外援建议。我什么不懂？我不懂。我有一点感想，我的感想没有像陈医师那么有系统，就随便想一想。那我退休有六年了，我以前很 active， 我常常开刀，我是开刀的人。不杀人，所以我的想法动作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很 straight， 干脆，这样可以很干脆的要治疗，不要走来跑来跑去啊，很多想法，他的想法是想的宽一点，我的想法是建议你。你有效的话，我就说这个开刀最好。其他就，你当然你可以回去 suffer 也可以，
我的感想，今天的感想是这样子，要老退休呢有几个重点是很重要。第一呢，要降低自己的标准，你以前标准很高啊，现在要老了，要降低自己比较 happy 比较快乐一点，降低自己的标准。第二呢，要培养兴趣，因为你不能说整天待在家里啊，看电视啊，就什么都不学。你学的东西的范围很大，不一定说你要学 dancing 啊，或者是画画。我也学过画画，我画画最不行。略微有学生，我不来了，不好看，学不会。降低一点标准。降低一点标准，对我，所以待了六个月。所以要培养自己的兴趣，你可以种花也是兴趣。钓鱼也是兴趣，每一行门每一兴趣都有一个 trick， 有一个可以学的地方。当然你个性也要考虑你自己喜欢什么，就最要紧。所以要培养兴趣，降低自己的标准，要常常运动。运动不一定要说line dancing 啊，我像我这个人很怕羞，然后上面是跳舞。我很容易讲是很简单的。降低标准啊。对对，我还是不行的。所以去爬山也是一种运动，钓鱼也是运动，种花也是运动。什么都要运动，多运动，不要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看 computer。好，这是我自己的感想。扫地，扫地。扫地，扫地。倒，跟他倒。我原来是在那个 hotel 里面叫那个 laundry， 然后我退休以后我就买了个地，我们这个是水的医疗保险，然后买什么呀？我用了一个地，这个地方病了，所以我们天天去这个地方，这个不是生意。您是哪里？这里它有给三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标的时候，这里有五个地方你可以去。在健康里面，我是说参加这个公司，我以前也参加公司，那公司的公司我最先做，大家好，这个我们每两个月的那个庆生会的时候，会同时有一个那个我们潘老师指导的那个电脑艺术俱乐部，所以那个摄影艺术俱乐部的那这个潘老师的指导下呢，就是做一个动画。大家刚刚陈医师讲到怎么样刺激我们的大脑，还有就是一些怎么样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就是有，就是说一个人哈，就从这个中间跳过去的时候，那个像救生圈的那个也会动，同时这样他从中间穿过去，好像特技表演那一种，这不是马戏团那个。我还以为这个是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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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要是现在技术还不够到家了哈，要是说跳下去以后，你看那个水可以退起来，它会更脏。那看起来这就是你看下面这些也有这影子哈，看起来非常立体。那要是说把那个人换成火箭的话，可能从那个地方可以打出去啊，那很多种不同的玩法。那还有一张就是用另外一个软体哈，把一个像说结婚照了或者什么纪念照片的哈，把它弄成那个像油画一样的。那油画有各种不同，可能在座我们现在也有那个油画班嘛哈，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做法。譬如说这张照片啊，那个照片呢，照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经过处理以后呢，它会什么样子呢？那看起来就是像一个油画这样子哈。那要是说大家可能有机会，就是拿到 Costco 还是什么地方去，你可以把它印出来的话，就是像油画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不是真的是照片，可是也看起来是从照片，好像是真的是用油画去画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画的那种，像油画那种，有一些是用喷的，有没有？喷的，所以你把这个可以拿到那边去喷出来的话，就像一个油画一样的，不是跟照片也有不同的那个感觉，这个是，那就是请潘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那个。现在要讲什么呢？像这个是非常简单啊，因为它一个软体，我们只要把一张照片输入，然后就按一个纽扣，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画画，有水彩啦，油画啦，或者是铅笔啊，或者什么这个好几种。大概十多种，你可以选择完以后你按一下，他就在那边去跟你画，你就这边等。我觉得，你觉得哎好了，你就按一个 stop， 他就停下来。假如你还需要他继续画的话，他就一直在画，一直在画。非常简单啊，所以我找到这么一个软件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很简单就做一作品哈。另外是刚才那个立体那个哈，那个立体动画，那么看起来就是很精彩啊。这个圈圈下面还有水影啊什么的，其实电脑全部做了，你都不需要做。它是有一个圈圈，你就把那个圈圈抓进那个画面来，就全部都有了，水影啊什么全部都有了。所以你不要担心。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选那个颜色哈，那个圈圈它原来是没有颜色，你需要什么颜色你就告诉他我要什么颜色，他就帮你涂上阴影啊什么，全部都有，连水影都有那个颜色哈，所以不要担心这。那一张为什么水不？因为呢，他不会做。电脑会做，从那个。那如果比如说我要用我真人可以吗？可以啊。
那你要跳进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你自己的照片，然后你，对，他也是自动的吗？对，不，那不是自动，你要告诉他，这个曲线的，就是你要画一个曲线，它会顺着那个曲线去动。那你可以飞上天都可以。对。另外还有一个软件的，因为上一次，卢医师他做他自己在那边演讲嘛，那个是平面的，这个是立体的。那么其实他们都非常，就是他那个观念是一样，只是一个立体跟一个平面。那么刚才因为那个动作他会怎么这样子，因为是立体的东西，因为平面就是一点点的，有立体就是很多那个点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电脑不够快，所以它就一跳，因为它那个质量太大了，所以就变成那样子。那么然后我们这个平面的跟立体的这两个软件还可以互相沟通，就是你从那个平面那边可以输入这个立体的去做，那么立体的东西也可以输入这个平面的这个软件。那么所以现在我就找到这个，因为很对不起，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用这种自动的，因为自动呢你自己就没办法控制，可是有一个好处是非常简单。可是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软件可以大家用，那我自己用的比较复杂，所以你可以像他讲一样，你可以把你自己就是做你一个，因为立体我们不叫做画哈，因为它是一个雕塑哈，不是画，平面是画，可是立体是一个雕塑。你可以把你自己雕塑，因为你用这个照片，然后你模拟那个照片，然后在这个软件里面就是你一个人在那里面，所以你要怎么动要怎么都可以。那个是比较复杂，一做才好几个月做一个人，不是这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吗？谢谢大家。老师也是一个模范一样的哈，他一个学生也教，师傅也教哈，但是对他来讲很有帮助，是他脑筋一直在动，他分享给别人，所以才用。那我们是学到东西。那我也常常跟他考试他哈，我不会，那他就回去赶快去找资料，这样对他也有好处，对我们都好处，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想大家也是一样，你愿意说每一个时段你来分享什么几次也可以，那愿意跟你分享的学的都是一起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自己也好，对愿意来学的也有好处，像经验分享，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在榕树下在那喝茶聊天也是分享，那时间也是要过。好了，我不能再讲了，这个开动吧。最后一个问题，你去住的那边住了几天，有没有特别的感想？养生村哈，这一次我们去雷光有去，南仙林有去，那还有遇到很多从 Boston 其他美国各地来的哈，都差不多跟我们同年龄哈，所以我一直给他们介绍我带一堆 CD 的文化的回去都放给他们哈。那这一次我们就是住在那边，然后也是在果园一直绕，然后运动，然后再来就是这次我们没有参加他们里面的活动。我们就出去玩去吃了哈，还是吃。那早餐就吃个大米馒头啦什么哈，那一些运动，那九点就有巴士出去了。那巴士的话呢，在都免费的哈，再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一天呢，一天就是我们到火车站以后，有一个是从佛罗里达回来，临照顾他妈妈一个月的，要带我们到处跑。那首先就带火车站的上面，大概有两三百家餐厅哈。我说哇，这没有看过这么多，呵呵，你每天试一家就够了，一年就过去了。呵呵，还有
你去那边吃一顿饭，然后台北市到处捷运都可以走嘛，然后去吃新月日本料、台湾料理啦，哦，什么，然后到晚上10点又回来了，哦，他好像9点有最后一班了，那你如果没有赶上那一班的话，就到林口长庚医院哈，那大概18块，你只要那个赛，他有那个配置嘛哈，秀给他就比较便宜，你没有那一个的话是25块，哦，那那个的话是18块。他到长庚，然后长庚到半夜都有车子到养生村去，哦，半夜吗？深夜都有。对，到快12点的样子，他有 schedule。什么样接驳车从长庚到养生村？就是巴士啊，他们的是大的那个 shuttle bus 那一种的，哦，是这样很方便的哈，哦。那我们也有一天是到长庚的里面去吃嘛，哈，哦，这样那然后在长庚的那个。林口那个街道上面逛啊逛逛逛逛一天哦，这样就是说不会无聊啦哦。如果你知道去哪里的话，去逛百货，去我们也去中正纪念馆啊，这样哦，就坐捷运这样到处跑，这样。那你如果说要去旅游，他也会给你安排旅行社来，马上就一天两天的或几天的旅游，他们可以带你去。所以我们是很有兴趣说，那如果真的要早一点退的话。就去那边组一个一样，像我们这边活动一样，大家分享，大家活动这样，哦，那一定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不会80几岁。我看那边现在都80几岁，很多连本都不出来了，哦，那这个管理人员就紧张了，这个几个小时没有人没有动的话，他们马上要进去看到底是什么事这样，哦，不过那里面设备应该是可以的，哦，比旅馆还好，50块而已，是并不贵。这可以踹了，那我现在也在安排找资料的是游学的哦，看到新加坡哪里这样，一次几个月的这样哦，这样去经验的，就找这些资料，我想大家分头找吧。最长可以住多久？四住是一个月，他不检查了，只要你放心了，超过一个月他就是要体检啦，还是交保证金啦这些。那你如果有车子的话是，一天是50块还是什么呢？一个月400块台币这样，就住在里面的，他有 parking lot。那上一次我秀给大家那个种菜的那个老先生，他现在种的很大片，哦，那他都自己吃，还有家里人从板桥都去拿这样，所以他们都不用买菜，哦，那他很达观了，但是反正就是。换低升那个没有他换低标准，他变成种菜的老人，他说在这边无忧无虑，而且环境这么好，比家里还好，哦，所以他很高兴在那边住7年，这可以踹，哦，所以我是直接我现在冬天也去了，那夏天也去一次，哦，现在不错了。哦，那种菜方面，我是发现那边有蚊子。那晚一点的话，就蚊子来了。对，其他时间是不错的。那你说高压那个，我是不担心那个东西的。我们等到你可以真的说，如果高压可以产生 cancer 要几年？好，哦，那时候就可以走了，不用担心了。不会的，我是不担心。那重点是这一段时间你快乐吗？在那边。或许比较快乐那生病反正在这里是我说哇是医生不是到那边你就是一个病人让他们照顾这样就好换，哦，低身段，哦，相信那边的医师这样到哪里总是要相信他们，哦，You gotta trust somebody，哦，所以我的角度是这样所以我是往这方面再规划看，哦，而且我父亲是希望每天都在那边好办，搬回去。还有啊，下个礼拜是 Dr. Tony Chen 哈，哦，他是年轻医师，他是台湾移民，我从小这边长大的，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是他在 Avery Clinic， 他是泌尿科医师，哦，他要讲肾脏结石，那如果时间够再讲前列腺肥大这样，哦，所以欢迎大家通知大家来听。石头总是很多人都会有了，哦，那可以问到我这次去做个简单体检，发现惨了，有一颗了，
我要跟江医师学经验。Rain or storm。我是不喝牛奶，不能喝牛奶。要不要开一刀？没有，对台湾的医生马上说你要开刀嘛。我说这个在后的，没有到那个情形。不过就是说，下个礼拜欢迎大家来听，那有什么问题问他哈、哦。他应该会讲国语的，然后他跟我讲他会讲，但可能不是我们这么好，好、哦，这样。还有再来一个礼拜是就要讲印度的哈、哦，印度的那个旅游的经验哈、哦。那三月份的是隔壁物理治疗师他来讲 hip back 的那个 protection 啊 exercise 啊 activity。还有治疗方面，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找问题来问他，好，就是隔壁那个苏婶，她要来讲。那欢迎大家来介绍，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是各方面的医疗人员或不是，要来分享经验，我们都欢迎来安排。因为要安排演讲，都要去联络哈。那我跟那些年轻医师吃饭也是，希望他们来分享，有时间来哈，他们也愿意来哈。OK， 那我想大家等太久了。太短了。我们现在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要如何？